台湾省立美术馆位于台中市的五权西路，民国77年6月26号开馆启用。本馆坐落于广袤的公园之内，在建筑造型上以单纯方整。当前文化建设是国家12项建设中重要的一环，而本馆筹建是省府推行现阶段文化建设自行办理的一个要项。那时候是省立台湾美术馆嘛，其实早先的时候国民馆占地10公顷，几乎是亚洲最大的美术馆。国立台湾美术馆它定位于国家级的美术馆，在审美馆的时代所造就的规模，它的典藏在这个时代的当口上是十分的重要。以过往来讲，其实在我接馆长之前，他的典藏品应该还是三馆里面最强的。在我当馆长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认为质跟量都要兼顾，这是文化资产的观点。因为当代的人所挑选的品味未必符合未来台湾人的胃口，那我们要保留多样性让后人去选择。有很多的像那个1949以后来台的一些艺术家，他们最后都把作品啊捐给国美馆，这个就显示他重视国美馆，认为国美馆有代表国家格局的体制跟架构。国美馆就算过去在省立美术馆时代，它也是一个全省的概念，除了它区域馆的特征之外，它对于全国的民众也有它国家馆的意义在内。民国87年8月21号下午4点钟开始，台湾省立美术馆的前面陆续聚集了许多围观的民众，几十家传播媒体、出击待命的转播车，更是吸引了好奇路过的人潮。过去呢，大家对台湾省美术馆的感觉都是这个美术馆稍微保守陈旧了一些，所以呢，怎么样把这个美术馆啊的形象啊，这个彻头彻尾的改变，让人家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朝气、有活力的一个新的美术馆。1999年发生921地震，国美馆
进行全面性的封馆。2000年11月的时候，我就奉派去代理馆长。一去的第二天，我就举行记者会。我认为文化设施不可以错失为民服务的机会，所以就进行边修边展的一个任务。他们的期待并没有因为整件而失望，反倒充满新的期许。所以我们在东莞办理像玛雅文物展，从英才门进口，改变了大家的印象，以为美术馆原来的氛围是多么的封闭。英才门进口之后，就曲折的回廊进入展示，获得大家的喜爱。那每一个新的开口会造就新的惊喜，好像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美术馆。同时要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细缝，可以让它窥见整件的现场。那美术馆在1993年7月的时候重新开幕，那时候所有的民众进来，充满惊喜的表情啊。那每一个作品吊挂上去的时候，他们都参与其间，最大的满足就是说，人看人这个事情产生新的寄望。各位现在看到这样的馆，其实相当多的人，就是竭尽 the very possible 那个 best 他们的最大的 try， 不管他们赌上官位也好，做成任何事情也好，其实他们就是很真跟善的把这个事情做完。我觉得各位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美术馆。整件本身不仅只是一件破坏，它是盘整跟重生了啊。在成为国立台湾美术馆之后，就开始有系统的去进行台湾美术家的调查研究，然后出版一系列专门的著作，开启了台湾美术一个结构性的开始。国立台湾美术馆它是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美术馆，对于我们建构整个台湾美术史方面，确实应该扮演最主要的一个角色。我们期待任何观众或是国外的对文化艺术爱好者，他来到台湾想要了解台湾美术的时候，他会想到要到国美馆来。有时候展场的现场里面没有办法铺成那么多文字，所以他用演讲的系列里面来补足。除了让现场发生，我们还可以留下资料。一个展览有时间，一个演讲的内容留下的记录，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建了一个3000平的一个新的库房，这样的一个库房的从规划到最后的话，花了12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个库房落成的时候，规划办理一个叫宝库解密，民众可以到我们真正库房里面去看库房里面整个展示的柜架，然后物件的摆放，然后甚至说修复工作的进行。我们12年，这是不简单。这12年当中我要非常感谢我们历任的馆长、副馆长，还有我们国美馆的同仁的辛勤的努力，终于让美梦成真，美梦实现。国美馆它就是国家馆的格局，所以国家要推动的政策就交给国美馆来执行。这个国际版画展在外国的作品原作能够到大家面前，我相信给国内的这些从事版画创作会有一个很好的观摩、创作提升的机会，同时呢，也给我们国内的观众也可以欣赏，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爱惜这个国际版画展，能够继续延传下去。今天艺术银行在一个老区里头的老建筑让它开幕了，艺术家们谢谢你们滋润我们的社会，企业家们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的艺术家，那立法委员谢谢你支持我们的预算，让我们可以今天真的是开幕。透过艺术银行租借艺术作品来推动艺术家的能见度，培养民众对艺术欣赏的习惯，就是因为这个计划让许多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可以真的进到美术馆跟一般民众见面。当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有一天来这边国美馆，然后我就心想说，哎，什么时候可以在美术馆看到自己的作品，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站在美术馆看到自己的作品，谢谢大家。战后的艺术家是台湾美术史上面很精彩的一段，他们艺业精进了，一生怀抱能够立即实现，像《史记》里面《刺客列传》的荆轲，身怀绝技，然后有必死的决心，怀抱投入艺术、全力以赴的精神。为了做成刺客，我特别戴了太阳眼镜来，因为这样比较像刺客。台湾艺术家相对来讲，任何一个国际大展览真的2位3位可能就很多了，甚至没有。那我们要突破在国际上的部分里面其实很难的。我记得我前2年被邀去爱丁堡大学演讲，那当时他们的国家的美术馆里面在讲说，我其实不认识任何台湾艺术家，那我就听了就觉得很感伤。所以你会知道说，在这一块我们面对国际先不谈对台湾的艺术可以知道有多深刻，他能够接触台湾艺术家的机会其实都很淡有力。近几年来整个艺术世界它的核心的地方其实移到亚洲，大家知道亚洲最大的双年展是光州，那光州在做这个双年展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同步跟他的美术馆合作，同时间办一个展览？所以我们当时非常努力，而且我们要的是那个时间，就是光州双年展在办的时候，同时我们国美馆策划一个展览，让这么多人来参观的时候同时可以看到台湾的艺术家。我其实非常感谢我们同仁，我们记得以前常常在馆长室里面东西一摊开甚至到地面，我们在搜寻所有的艺术家资料的时候，大家常常这样一起讨论，蛮辛苦的。因为其实面对亚洲这一块的变化，它快速，也许我们不会再以10年作为一个差距，也许在3-5年之间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时代的新的想法的产生，所以当时就觉得它要快速的经过很详尽的 research 来做展览。所以我觉得国美馆在历届所办的展览中里面，我们如何回应一个亚洲的一种新的局势，然后在这个艺术世界中里面可以让台湾的一个艺术的发展或者某一种声音不被缺席。美术馆提出各种机会、各种可能性，对艺术家的帮助，
就像一个肥沃的土地，你种什么都可以活，种什么艺术家，它就长出不一样的花，繁荣盛开的景象啊，就是艺术要追求的景象。整建完以后的国美馆，当时因为新的一个馆，那我也希望说透过展览的话介绍给国人。刚到台中的时候，甚至到一些餐厅的老板，我就说啊，你知道美术馆在哪里吗？竟然有人说不知道，我就很讶异，是坐落在台中市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国家美术馆。看整个资料，以前的话进到美术馆差不多一年的话是8万，啊，我就说哇，这么一个，3万平方米的一个博物馆美术馆，竟然只有18万的人。所以的话，当时包括从故宫这边借的作品，包括到奇美那边西洋方面的一些作品，然后国美馆，在地艺术家的作品，希望说三馆的话能联展，在当时的话，确实的话，透过这一档的话，引起国内大家对国美馆产生很高的兴趣跟关注。那美术馆这么样的一个空间，那也在思考，可以让它更活泼，让民众在里边的话接触艺术的时候是很自然、很有趣的，然后他愿意以后来，不要有距离。我那时候买了一个好大的投影机，我在外面放，我开始推动吴强美术馆。我如果在夜间那个广场放一部好的影片，那我觉得你白天没有时间来，你晚上可以来哦。我觉得那个户外的非常感动，我觉得坐在草地上那样晚上看的时候真的很棒。美术馆是很平民化的地方，以往进入美术馆要买门票，要穿鞋，不能穿短裤啊，这些都在国立台湾美术馆都不见了。我一直也觉得说要民众去认识我们的艺术，接触体验我们的美术，那你不让他进来，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他能进到美术馆，那他有一次的经验，然后累积，慢慢就会累积他们的一个兴趣或者欣赏艺术的经验，也是教育很重要一部分。我到国美馆的时候，我检视那个参观人数啊，觉得说应该立定一个目标，冲出一年100万，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那个空间一般在一条美术街，啊，各间一间一间展览什么物件，一般民众进来的时候，一看去，伊可能感觉讲无物件通看，所以我建议将美术街甲美术展览室融合在一起，每一间展览间延伸出来就会出现一两件艺术品，然后一路看过去，可望而不可及，那你就一定要走过去看，那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美术馆的精彩内容。户外的大型的玻璃帷幕会尽量结合里面主要的展览，然后大厅里面一进来就要让它有印象，那这种耳语或是传播本身就会行销美术馆的展览，所以突破了100万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兴奋。国美馆年度的第100万观众在11月13日出现，代表着时代意义，更具有指标性。一个美术馆，它就像是一扇门户，这个门户打开，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看见国际上的当下，
国际间也可以透过这个窗户，透过这个门户看见你台湾的累积，所以它是互动跟交流的。国立台湾美术馆的美好的历史时刻里面，我参与它的成长最重要一环。所以现在一讲到国美馆，我认为我好像嫁出去的一个女儿一样，这个当父亲的心情是非常诡异的。祝福我们所有关心国美馆的艺术界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这边祝福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30周年庆，生日快乐！希望我们在馆内的所有的同仁，在这个一个场域中里面，永远是快乐的。然后也祝福到了美术馆里面的观众，你们是丰富的，带着所有的艺术的知识跟你们对艺术的感知，回到你们所在的地方，生日快乐！国美馆30周年，30周年来得不容易，一路大家辛苦了。希望同仁能够本着日日新又日新这种心情来从事美术馆的服务工作。在这里，我要感谢这30年来历任馆长跟同仁的努力。那也要感谢整个社会大众对国立台湾美术馆的支持。30是一个人生里面精力最旺盛，然后他的眼界最敏锐，然后蓄势待发的一个时刻。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会带领同仁，我们继续努力，让国美馆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美术馆。国美馆在30周年的此刻，我们期待它在21世纪能够有更具前瞻性的一个使命，就是希望能够从世界艺术史的角度回过头来重建台湾的艺术史啊，因为文化艺术要往前发展，它必须要从扎根做起啊，所以我们将给国美馆更多的支持，期待它在软硬体同时升级。那么也在这样的基础上，让我们能够更展望在艺术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我们将会以更多元的艺术观点啊，那么回头过重新发现我们的艺术史啊，希望让台湾的艺术史可以跟世界艺术的发展更接轨。